那个陈兄现在听阿元说明了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示范，就是处理 waste 的啊。现在是早上第一节课，这个东西灭完菌之后就会长这个样子，会长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情况呢，就我们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用这个锅子，来麻烦先把它倒到空篮子，因为我们没有空间哈，先倒到空篮子里面去。对，整个倒进去没关系，这到时候我会丢垃圾桶，我是大家看我就丢垃圾桶，不怕。好，来。再把这个篮子，然后拿这一袋，这个袋子就好，这袋子就好。对，我们然后拿出来到我们到水槽那边去，连锅子，对，好，然后戴手套。好 ，OK， 来这到这个水槽好了，好来到戴手套，对，顺便拍一下你的英姿，那个我们。今年刚毕业有个学姐哈，最近正在忙申请研究所的，然后我就有点火气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火气，应该是说帮她弄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发现为什么江老师平时有这么多影片？因为很简单，这影片她在申请研究所的时候，但是有一些她没有穿实验衣，好，就那个啊，所以至少现在不是政客，你们没穿没关系啊。那如果在做实验的时候把它穿起来，